这里有一个嘴，把硬币塞进去。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那么我们先给他吃一条饼干看一下吧。那我们再吃一个薯片试一下吧。吃啊你！看来他并不喜欢吃薯片。那我们再给他吃一个泡面试一下吧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会见转身。